那个时代的缩影。如果这些东西呈现出来的话，或许有些观众看起来就真的会很有感。这个场景可能连你看不到的地方都还原，你就好像回到那个年代。我们现在这个中华商场的东南西北走向刚好跟我们原本中华商场的坐向是一样，所以日照这些光都是一样。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就是把已经消失的东西变回来。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就是把已经消失的东西变回来。有三宝啊，我回应回阿哥提到不回啊，它很软对不对？放进哥哥的鞋子里面，保证千山万水走回你身边。千山万水敢走回你身边啊？喂，肖蛋姐，帅哥来，大腿露出来，教官来，腿就消失。哦哦哦哦，走音了啦，哦什么哦？让你可以许愿的。我梦想是得冠军，上台大。我要去美国的迪士尼乐园玩，我要去那里找白雪公主。我要赶快拿掉刚才安全装备。这么爱做梦，谁教你的？噩梦出梦。你们怎么把那些字念出来？念了，噩梦就变你们的。什么 Kika？ 我叫你 Kika。